月天即将在年底在台湾展开一连三周的跨年演唱会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五月天在日前前往拉斯维加斯启动了北美的巡演。在点歌桥段时，阿信突然看到一名男粉丝，突然说告诉我你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，我很想要，我看你很久了。殊不知该名粉丝立马把身上 LV 上衣脱下来丢给阿信，让阿信笑翻。男粉丝更表示这件衣服是老婆买的，更大方帮忙老婆告白，是五月天的超级粉丝，前两场美国演唱会都有到场支持，一连串的可爱互动让全场笑翻。但开玩笑的阿信最后有把衣服还给人家啦，真的是有够爱逗弄粉丝的。